大家好，今天听新闻报道说，那个英国的曼彻斯特这一个体育场里搞的自杀式炸弹攻击，这个自杀者也是英国人，但是这个英国人是利比亚的移民，就他父亲他是在英国出生的，但他父亲是利比亚移民，所以我就关于这个移民的问题。最近一些恐怖攻击，几乎，都是移民，他们去效忠于伊斯兰国，所以我就写了这个博客，好吗？就这样。